余振华今天两个打数，一支安打，另外选过保送，这、就是他第四次站上打击区。我用直球是在线内压在了线上，哇！张雨生第一时间这个也没有处理得很好啊，哇！看起来要跑三个垒吧，三垒是没问题了，真的很准啊！因为张雨生已经跑到钻石席最旁边的这个护垫上了，但球弹过去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追过去。对。所以双方今天都有三垒安打的出现，哇，真的很准，几乎在线上快靠近那个线的那个边缘都有。哦，不过张生这边就是这一拍落了这一下，其实看到岳振华就很轻松的来三垒，那现在 你要再传三垒就比较来不及了，比较困难。对，那岳振华也休息，换上黄君伶。岳振华那球也打得太漂亮了，正好在线上旁边一点点、哦、真的很准、啊、旁边一些些而已、啊、今天两边包含了岳振华以及陈崇廷都有三垒安打。140的速球送到了左外野的深处，已经就定位接杀的是张浩威，不过三垒上的跑者可以轻松的回来。中信兄弟在七局下半今天状况不错的许基宏再赚一分打点，没错，4-6追到两分差距。这一棒许基宏打得也蛮轻松的。今年看到抬腿的动作没有拉得像过往幅度那么大，这种距离啊，反而对击球的节奏好像掌握得比较就那个。Hello， 我是莹莹，记得订阅我们的官方推举，还有记得要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